西甲转会一览，皇马烧 1.5 亿超巴萨马竞造标王。北京时间9月1日上午6点，西甲夏季转会窗正式关闭，西甲三强的引援投入都超过了1亿欧元，加起来将近4亿欧元。皇马总投入高达 1.5 亿，巴萨的总投入也达到了 1.25 亿，马竞的投入为 1.23 亿欧元。马竞花7000万引进的勒马尔成为了西甲今夏的标王，而离开皇马加盟尤文的 C 罗以 1.17 亿欧元成为了西甲今夏转出最贵的球员。以下是西甲20强今夏转会一览，单位欧元，数据引自转会市场。巴塞罗那转入马尔科姆4100万，波尔多、朗格莱3590万，塞维利亚、阿图尔3100万，格雷米奥、阿图罗比达尔1800万，拜仁、马龙租借回归，尼斯、拉菲尼亚租借回归，国米、穆米尔租借回归，阿拉维斯、道格拉斯租借回归，本菲卡、德文洛贝乌租借回归，沃特福德转出，米纳3025万，埃弗顿、蒂涅2020万，埃弗顿、德乌洛贝乌1300万，沃特福德、阿莱士比达尔850万，塞维利亚、马龙600万，萨索洛、安德烈戈麦斯租借费225万，埃弗顿、帕科200万租借费，多特蒙德、伊涅斯塔自由转会，神户胜利船、保利尼奥租借，广州恒大、道格拉斯租借，西瓦斯体育队总支出1.259 亿，总收入8220万，皇家马德里转入维尼修斯4500万，弗拉门戈、库尔图瓦3500万，切尔西、奥德里奥索拉3000万，皇家社会、马利亚诺2150万，里昂、安德烈卢宁850万，卢亚斯克、奥马尔、马斯卡雷尔400万回购，法兰克福、卢卡斯托洛175万回购，奥萨苏纳、费德里科巴尔雷德升级，卡斯蒂亚、卢卡齐达内升级，卡斯蒂亚、劳尔托马斯升级，卡斯蒂亚转出， C 罗 1.17 亿，尤文、奥马尔、马斯卡雷尔1000万，沙尔克04、卢卡斯托洛350万，法兰克福、菲利普林哈特200万，弗莱堡、劳尔托马斯100万租借费，巴列卡诺、科恩特朗自由转会，里奥埃雷、马耶尔拉尔租借，莱万特、特奥埃尔南德斯租借，皇家社会、科瓦契奇租借，切尔西、阿什拉夫租借，多特蒙德、德高租借，维特斯总支出 1.4575 亿，总收入 1.335 亿，马德里竞技转入勒马尔7000万，摩纳哥、罗德里2000万，比利亚雷亚尔、卡利尼奇1450万， AC 米兰、阿里亚斯1100万，埃因霍温、乔米卡斯特罗700万，塞尔塔、阿丹100万，皇家贝蒂斯、热尔松马丁斯自由转会，葡萄牙体育、昆德租借回归，格拉纳达、比埃托租借回归，瓦伦西亚、迪奥戈若塔租借回归，乌尔弗汉普顿流浪者、阿德烈莫雷拉租借回归，贝伦人、门萨租借回归，卡森百沙、埃米利亚诺道贝拉斯克斯租借回归，巴列卡诺转出，加梅罗1600万，瓦伦西亚、迪奥戈若塔1400万，乌尔弗汉普顿流浪者、昆德750万，美因茨、福尔萨利科650万租借费，国际米兰、埃米利亚诺巴斯克斯100万，巴列卡诺、托雷斯自由转会，鸟栖沙岩、加比自由转会，阿尔萨德、门萨租借，卡塞利体育、阿克塞尔维尔纳租借，维斯卡、安德烈莫雷亚租借，阿斯顿维拉、乔米卡斯特罗租借，乌尔弗汉普顿流浪者、卢西亚诺比埃托租借，富勒姆总支出 1.235 亿，总收入4500万，瓦伦西亚转入格德斯4000万，巴黎圣日耳曼、孔多比亚2500万，国际米兰、加梅罗1600万，马竞、迪亚卡比1500万，里昂、穆里略1200万，国际米兰、皮奇尼800万，葡萄牙体育、丹尼尔马斯600万，塞尔塔、巴舒亚伊300万租借费，切尔西、切利舍夫租借，瓦伦西亚、坎塞洛租借回归，国际米兰、
法比安·奥雷利亚纳租借回归，埃瓦尔·巴卡里租借回归，拉科鲁尼亚·阿尔瓦罗·梅德兰租借回归，阿拉维斯·纳尼租借回归，拉齐奥·纳乔吉尔租借回归，拉斯帕尔马斯转出，坎塞洛4040万，尤文图斯·蒙托亚700万，布雷顿·马克西莫维奇500万，赫塔菲·法比安·奥雷利亚纳200万，埃瓦尔扎扎200万租借费，都灵巴卡里120万，安德莱克特纳尼自由转会，葡萄牙体育纳乔比达尔自由转会，奥萨苏纳阿尔瓦罗梅德兰租借，巴列卡诺孔多比亚租借到期，国际米兰比埃托租借到期，马德里竞技皮埃拉租借到期，马联古德斯租借到期，巴黎圣日耳曼总支出12500万，总收入5760万，比利亚雷亚尔转入，莫雷诺2000万，西班牙人埃坎比1800万，昂热罗杰马丁内斯1490万，江苏苏宁卡塞雷斯1000万，萨斯菲尔德竞技拉米罗莫里900万，埃普顿巴卡700万， AC 米兰拉云400万，波尔图卡索拉自由转会，阿森纳保罗托雷斯租借回归，马拉加恩迪亚耶租借回归，乌尔图汉普顿流浪者阿方索佩德拉萨租借回归，阿拉维斯纳胡尔莱瓦租借回归，巴萨 B 队转出，卡斯蒂略过2500万， AC 米兰罗德里200万，马德里竞技罗杰马丁内斯850万，美洲索里亚诺100万，都灵安东尼奥鲁科维纳自由转会，阿斯塔纳乌纳尔租借，巴拉多利德卢本塞梅多租借，维斯卡恩迪亚耶租借，马拉加拉米奥盖拉租借，塔拉戈纳竞技里奥纳多苏亚雷斯租借，巴拉多利德切里舍夫租借，瓦伦西亚保罗托雷斯租借，马拉加巴卡租借到期， AC 米兰总支出8290万，总收入5450万，皇家贝蒂斯转入，威廉卡瓦略2000万，葡萄牙体育西迪内450万，拉科鲁尼亚洛塞尔索200万租借费，巴黎巴拉干100万，米德尔斯堡卡纳莱斯自由转会，皇家社会前会士自由转会，埃瓦尔保罗洛佩兹自由转会，西班牙人罗布莱斯自由转会，埃弗顿阿莱格里亚租借回归，莱万特胡安纳瓦埃兹租借回归，科尔多瓦布拉沙纳茨租借回归，莱加内斯佩泽拉租借回归，佛罗伦萨托斯卡租借回归，贝内本托转出，法比安鲁伊兹3000万，那不勒斯佩泽拉900万，佛罗伦萨杜尔米辛650万，拉齐奥阿丹100万，拉齐奥达尼吉梅内斯自由转会，拉科鲁尼亚纳瓦罗自由转会，阿拉维斯卢本卡斯特罗自由转会，拉斯帕尔马斯卡马拉萨租借，卡迪夫坎贝尔租借到期，阿森纳阿马克租借到期，斯旺西巴拉干租借到期，米德尔斯堡总支出2750万，总收入4650万，塞维利亚转入，普罗梅斯2000万，莫斯科斯巴达克阿马杜1500万，里尔约里斯加尼翁1500万，雷恩阿莱士比达尔850万，巴塞罗那瓦茨利克700万，巴塞尔梅萨600万，斯旺西塞尔吉戈麦兹500万，塞尔塔格纳隆斯租借，罗马安德烈席尔瓦租借， AC 米兰穆诺兹租借回归，阿尔梅里亚拉松租借回归，奥萨苏纳转出，朗格莱3590万，巴塞罗那恩宗奇2665万，罗马华金科雷亚1500万，拉齐奥吉多皮萨罗870万，老虎大卫索里亚300万，赫塔菲科尔奇亚700万租借费，本菲卡穆诺兹自由转会，阿尔科孔塞尔吉奥利克租借，富勒姆莱昂内尔卡洛尔租借到期，加拉塔萨雷梅萨租借到期，斯旺西拉云租借到期，波尔图盖斯租借到期，沙尔克04桑德罗拉米雷斯租借到期，埃弗顿总支出7650万，总收入
8995万，赫塔菲转入，伊格纳西米克尔500万，马拉加马克西莫维奇500万，瓦伦西亚伊万阿莱霍400万，埃瓦尔大卫索里亚300万，塞维利亚安图内斯250万，基辅迪纳摩阿姆巴利215万，波士顿和竞技卡巴雷拉60万，克劳托内阿比奥自由转会，马哈达翁达和塞拉索自由转会，卡斯蒂亚北加拉自由转会，皇家社会杰米马塔自由转会，巴拉多利德阿拉尼斯之华士自由转会，齐齐佐拉自由转会，拉斯帕尔马斯塞尔吉瓜比奥拉租借，科尔多瓦阿尔贝托加西亚租借回归，巴列卡诺卡里姆尤达租借回归，雷乌斯体育蒙特罗租借回归，埃梅莱克体育卢本亚涅斯租借回归，卡伊兹伊拜内斯租借回归，奥萨苏纳布恩迪亚租借回归，利阿尼沙楚利租借回归，卢哥竞技转出，布恩迪亚150万，诺维奇费查尔法尔150万，卡昂马丁斯奥利维拉租借，阿尔巴塞特卡里姆尤达自由转会，雷乌斯竞技达尼帕切科自由转会，马拉加阿尔贝托加西亚自由转会，巴列卡诺古埃塔自由转会，水晶宫莫利内罗自由转会，西红竞技阿比奥自由转会，卡斯蒂亚阿尔瓦罗吉梅内斯租借，西红竞技和塞拉索租借，卢哥竞技马诺伊洛维奇租借，范伊奥尼亚楚利租借，埃斯特雷马杜拉贝尔加拉租借到期，皇家社会阿姆巴利租借到期，波士顿和雷米租借到期，拉斯帕尔马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租借到期，阿森纳卡巴雷拉租借到期，克罗托内安图内斯租借到期，基辅迪纳摩蒙特罗租借到期，斯旺西总支出2225万，总收入300万，埃法尔转入，塞尔吉奥阿尔瓦雷斯400万，西红竞技奥雷利亚纳200万，瓦伦西亚布雷西亚斯200万，美因茨和塞马丁内斯自由转会，巴萨 B 队卡多纳租借，巴萨 B 队佩德罗比加斯租借，拉斯帕尔马斯米拉租借回归，努曼西亚加尔雷斯租借回归，拉斯帕尔马斯贝贝租借回归，巴列卡诺艾尔和扎鲍尔租借回归，努曼西亚南诺租借回归，西红竞技埃尔比亚斯租借回归，巴拉多利德克里斯蒂安里维拉租借回归，巴萨 B 队转出伊万阿莱霍400万，赫塔菲卡帕300万，毕尔巴鄂竞技达尼加西亚自由转会，毕尔巴鄂竞技前贵士自由转会，皇家贝蒂斯胡恩卡自由转会，塞尔塔埃尔格扎鲍尔租借，阿尔科孔难诺租借，特里内费何塞马丁内斯租借，格拉纳达弗兰里科租借到期，格拉纳达约万诺维奇租借到期，波尔多奥雷利亚纳租借到期，瓦伦西亚总支出800万，总收入700万，赫罗纳转入，莫西卡500万，巴列卡诺穆涅萨500万，斯托克城伊斯基多20万，埃斯特雷马杜拉帕克里克罗伯茨租借，曼城卢本阿尔卡雷兹租借回归，阿尔梅里亚塞巴斯克里斯租借回归，奥萨苏纳布拉亚租借回归，梅斯转出，蒂莫尔150万，拉斯帕尔马斯阿尔卡拉斯100万，巴拉多利德布拉亚80万，梅斯阿马加特自由转会，纽约 FC 塞巴斯克里斯租借，塔拉戈纳竞技马菲奥租借到期，曼城莫西卡租借到期，巴列卡诺穆涅萨租借到期，斯托克城道格拉斯洛利斯租借到期，曼城奥伦加租借到期，贵州腾峰总支出1020万，总收入330万，西班牙人转入一格莱西亚斯1000万，塞尔塔达德尔800万，里昂塞尔吉奥桑切斯自由转会，喀山红宝石阿尔瓦罗巴斯克斯租借回归，塔拉戈纳竞技罗伯托租借回归，马拉加埃尔南佩雷斯租借归队，阿尔瓦雷斯转出，杰拉德莫雷诺2000万，比利亚雷亚尔阿隆马丁300万租借费，美因茨
纳瓦罗200万，沃特福德，保罗洛佩兹自由转会，皇家贝蒂斯，莫里拉斯自由转会，长期成功完，胡拉多自由转会，阿尔巴赫利，塞尔吉奥桑切斯租借到期，喀山红宝石，达德尔租借到期，里昂，卡洛斯桑切斯租借到期，佛罗伦萨总支出1800万，总收入2500万，塞尔塔转入，贝尔特兰800万，巴列卡诺，阿劳波700万，桑托斯拉古纳，约库斯鲁600万，特拉比松，简森500万，北西兰，胡恩卡自由转会，埃瓦尔，布法尔租借，南安普顿，小阿隆索租借，里尔，尤尔萨勒租借归队，格拉纳达，莱莫斯租借归队，卢哥竞技，圭德蒂租借回归，阿拉维斯，邦贡达租借归队，祖尔特尔雷根，大卫科斯塔斯租借回归，巴萨 B 队，伊万比拉尔租借回归，莱万特，比尤乌租借回归，莱加内斯转出，伊格莱西亚斯1000万，西班牙人乔尼卡斯特罗700万，马德里竞技瓦斯600万，瓦伦西亚塞尔吉戈麦斯500万，塞维利亚圭德第400万，阿拉维斯邦贡达160万，祖尔特尔雷根保罗埃尔南德斯140万，独立竞技封塔斯自由转会，堪萨斯胡安埃尔南德斯租借，卡迪斯卢卡斯伯耶租借到期，都灵总支出2600万，总收入3500万，皇家社会转入，莫雷诺1200万，纽卡斯尔联队特奥租借，皇家马德里桑德罗租借，埃普顿巴比奇租借回归，罗查星萨尔杜亚租借回归，莱加内斯赫克托埃尔南德斯租借回归，阿拉维斯贝尔加拉租借回归，赫塔菲转出，奥德里奥索拉3000万，皇家马德里巴比奇80万，罗查星卡洛斯马丁内斯自由转会，奥维埃多卡纳莱斯自由转会，皇家贝蒂斯托诺自由转会， AEK 拉纳卡贝尔加拉自由转会，赫塔菲阿吉雷切退役，总支出1200万，总收入3080万，阿拉维斯转入，圭德第400万，塞尔塔特伍马西300万，阿斯塔纳托马斯皮纳150万，布拉加纳瓦罗自由转会，皇家贝蒂斯穆诺兹自由转会，卡斯蒂亚西纳里2万，维拉兹尼亚巴斯顿租借，斯王西卡莱里租借，马尔多纳多乔尼租借，马拉加 A 凯塔租借回归，芝加哥火焰南多租借回归，洛塔恩特雷纳租借回归，鲁达士帕耶兹租借回归，鲁达士克里斯蒂安租借回归，鲁达士埃曼努埃尔租借回归，鲁达士转出，希纳里租借，伊斯特拉阿莱克西斯自由转会，阿尔巴赫利克里斯蒂安桑托斯自由转会，拉科鲁尼亚纳瓦罗租借，索肖穆诺兹租借，奥维埃多南多租借，索肖德米洛维奇租借，索肖帕耶兹租借，索肖克里斯蒂安租借，富恩拉布雷达埃曼努埃尔租借，索肖托马斯皮纳租借到期，布鲁日穆尼尔租借到期，巴萨佩德拉萨租借到期，瓦伦西亚梅德兰租借到期，瓦伦西亚埃尔南佩雷斯租借到期，西班牙人博扬租借到期，斯托克城圭德蒂租借到期，塞尔塔总支出852万，总收入林莱万特转入，乌克切维奇890万，布拉加德瓦梅纳620万，苏黎世西蒙500万，根特卡巴豪200万，国民科克150万，沙尔克04 AZ 尔南德斯100万，努麦西亚普尔西奇自由转会，雷恩马约拉尔租借，皇家马德里皮埃尔租借，拉科鲁尼亚鲁本加西亚租借回归，西红竞技沃尔扎租借回归，阿尔梅里亚转出，勒马2800万，伯恩茅斯劳尔费尔南德斯自由转会，拉斯帕尔马斯鲁本加西亚自由转会，奥萨苏纳伊维租借，巴拉多利德皮埃尔租借到期，拉科鲁尼亚科克租借到期，沙尔克04帕奇尼租借到期，维罗纳阿莱格里亚租借到期，
皇家贝蒂斯、卡巴考租借到期，国民、比莱尔租借到期，塞尔塔、鲁基奇租借到期，都灵总支出2460万，总收入2800万，毕尔巴鄂竞技转入，贝尔奇切2400万，巴黎、卡帕300万，埃瓦尔、克里斯蒂安加尼亚100万，康斯坦查维托、达尼加西亚自由转会，埃瓦尔、阿莱士雷米奥租借回归，维斯卡、伊里昂多租借回归，格拉纳达、乌奈洛佩兹租借回归，巴列卡诺转出，凯帕8000万，切尔西、伊里昂多自由转会，皇家圣吉罗斯、萨沃里特自由转会，特拉维夫马加比、维斯加租借，莱加内斯、哈维尔埃切塔租借，维斯卡总支出2800万，总收入8000万，莱加内斯转入，尤瑟夫600万，马拉加、阿尔奈斯500万，巴萨 B 队雷西奥150万，马拉加、迭戈罗兰100万租借费，拉科鲁尼亚、奥莫尔罗80万租借，切尔西、莫加斯45万，卡拉波波、法昆多加西亚35万，奥林波、胡安弗兰30万租借费，拉科鲁尼亚、维科自由转会，卢哥竞技、奥杰达自由转会，洛卡竞技、罗德里格塔林自由转会，巴萨 B 队卢本佩雷斯自由转会，格兰纳达、乔纳森席尔瓦租借，葡萄牙体育、卡里洛租借，南安普顿、奥斯卡罗德里格斯租借，凯斯蒂亚、诺奥姆租借，西布朗维奇、维斯加租借，毕尔巴鄂竞技、米歇尔桑托斯租借，马拉加、莫加斯租借回归，卡塔格纳、科内租借回归，欧本、奥乌苏租借回归，卡塔格纳转出，迭戈里科1200万，伯恩茅斯、加布里埃尔1000万，本菲卡、曼努埃尔自由转会，奥林匹亚科斯、曼托瓦尼自由转会，拉斯帕尔马斯、蒂托自由转会，巴列卡诺、法昆多加西亚租借， AEK 拉纳卡、孔内租借，马拉加、奥乌苏租借，萨拉曼卡、莫加斯租借，塔拉戈纳竞技、比克租借，格拉纳达、卢本佩雷斯租借到期，格拉纳达、比尤乌租借到期，塞尔塔、阿姆拉巴特租借到期，沃特福德总支出1540万，总收入2200万入，2200万维斯卡转入，塞达尔古勒250万，奥斯曼利体育、丹尼埃斯克里克50万，卢哥竞技、米拉蒙自由转会，雷乌斯竞技、伊巴尔德拉马自由转会，梅斯塔拉、卢西尼奥自由转会，拉科鲁尼亚、龙哥租借，国际米兰、穆斯托租借，蒂华纳、因苏亚租借，沙尔克04、阿克塞尔维尔纳租借，马德里竞技、卢本塞梅多租借，比利亚雷亚尔、埃切塔租借，毕尔巴鄂竞技转出，卢索自由转会，马亚达宏达、吉连格兰特自由转会，穆尔西亚、普列托自由转会，阿尔科孔、A 冈萨雷斯自由转会，埃尔切、奥马多尔自由转会，特拉维夫马加比、卡洛斯大卫自由转会，皇家圣吉罗斯联合、巴迪罗自由转会，格拉纳达、巴达吉租借，富恩拉布雷达、伊巴尔德拉马租借，阿尔巴塞特、乔纳斯卢迪奥租借，巴尔辛、埃斯克里克租借，卢哥竞技、阿莱克斯雷米奥租借到期，毕尔巴鄂竞技总支出300万，总收入08列卡诺转入，阿尔瓦罗加西亚500万，卡迪斯、卡库塔250万，河北华夏幸福、波佐130万，阿尔梅里亚、埃米利亚诺巴斯克斯100万，马竞、阿马特100万，斯旺西、劳尔托马斯100万租借费，皇家马德里、阿尔贝托加西亚50万，赫塔菲、阿德文库拉30万租借费，新莱昂自治大学老虎、蒂托自由转会，莱加内斯、阿尔贝托加西亚自由转会，赫塔菲、阿尔瓦罗莫德兰租借，瓦伦西亚、劳尔托马斯租借，皇家马德里、班古拉租借回归，阿尔梅利亚、诺夫莱哈斯租借回归，科尔多瓦、莫吉卡租借回归，赫罗纳转出，贝尔特兰800万，塞尔塔、莫吉卡500万，赫罗纳、阿玛亚自由转会，穆尔西亚、蒙萨尔维自由转会，特恩特、
弗朗西斯科塞罗自由转会，国防与司法，马里奥费尔南德斯自由转会，卡塔赫纳加兰自由转会，马哈达翁达诺夫莱哈斯自由转会，西红竞技迭戈阿吉雷自由转会，萨拉戈萨拜亚诺自由转会，阿兰亚士邦伊巴斯克斯租借到期，马德里竞技阿尔贝托加西亚租借到期，赫塔菲劳尔托马斯租借到期，卡斯蒂亚乌奈洛佩兹租借到期，毕尔巴厄竞技贝贝租借到期，埃瓦尔总支出1260万，总收入1300万，巴拉多利德转入，阿尔卡拉斯100万，赫罗纳科普50万租借费，标准烈日安东尼奥卡罗自由转会，塞维利亚竞技里奥纳多苏亚雷斯租借，比利亚雷亚尔巴尔德租借，罗马乌奈租借，比利亚雷亚尔科克租借，马拉加伊维租借，莱万特古比安租借回归，西红竞技萨瓦尔多租借到期，利安尼沙转出，德维德自由转会，拉斯帕尔马斯贝切拉自由转会，塔拉戈纳竞技杰米马塔自由转会，赫塔菲萨瓦尔多自由转会，塞尔塔 B 队埃梅特里奥租借，格拉纳达安东尼奥卡罗租借，阿尔巴塞特大卫马约拉尔租借，阿尔科孔苏莱曼马尔租借到期，沃特福德 U23 阿尔莫萨租借到期，艾法特托尼马丁内斯租借到期，西汉姆 U23 扬尼奥塔斯租借到期，奥林匹亚科斯翁迪维罗斯租借到期，马拉加埃尔维亚斯租借到期，埃瓦尔博扬埃雷拉租借到期，拉斯帕尔马斯总支出150万，总收入零。